如何提高印象吊坠的上限？其实原理和参训证书类似，场面只留你想要被复制的随从就行。永恒骑士心愿机复制越多就越强，但是打法很拼，不推荐。另外马林有个 bug， 就是第六回合如果选神秘方块，技能就会被神秘方块选的小饰品顶掉，之后每轮选的小饰品就是双倍效果。